喀拉沁曾经是一个部落的名字，如今是一个旗的名字。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，这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古老城市始终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百年老校讲述着文化教育的故事，缕缕乐音传唱着乡野艺术的心声，唇齿留香的美食，四季丰饶的物产，共同展现着这里的风物画卷。喀拉沁旗从时光深处走来，正昂首阔步迈入新的时代。走，一二三，表情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咱们学习那个搅拌马奶酒的方法啊，先用下压式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先做这个两个八拍就可以了。走，一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喀拉沁旗当地文艺表演队都会排练制作马奶酒的舞蹈。对，闻一闻酒香，好，互相。制作马奶酒不仅是蒙古族传承已久的生活习惯，如今也成为了人们文艺创作的源泉。马奶酒是蒙古族的日常饮品，也是他们的待客饮料。在这风味醇厚的马奶酒中，悄然蕴藏着喀拉沁这个名字的秘密。喀拉沁作为部落名字，一般认为来源于哈拉赤。原始中有一段对班都察的记载，点出了哈拉赤名字的来由。当时班都察作为侍从，掌管皇家马匹，并敬奉马奶酒。这种酒色泽清亮，味道醇美，通常称为黑马乳。于是这些擅长制作马奶酒的部众也被称为哈拉赤。哈拉是黑色的意思，这个在这个原始当中有明确记载，哈拉赤就是为宫廷酿制黑马乳的官员和人，这个在原始有明确。名字也一直延续了下来。明朝末年，蒙古内部部落相争，哈拉慎部溃散。为保存实力和免受欺凌，
长期接受哈拉慎大营控制的苏布地率部归附后金，并以喀拉沁这个名字延续了部族血脉。蒙古语发多种语言，但是呢，具体内容和意思呢，蒙古语汉语都是一个意思。按照那个《狼泉日记》的200、300，哈拉是黑的意思，卡拉是黑色的马，这个书呢就有明确记载。此后，为了更有效地统辖归附的蒙古各部，后金开始为其划分区域，建立旗帜。公元1635年，喀拉沁右翼旗设立，此为喀拉沁旗建制之始。1949年，此地更名为喀拉沁旗。往这边来，来。于连伟是喀拉沁旗锦山蒙古族中学的一名历史老师，也就是1679年，距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今天，他将带领入学新生踏上一场喀拉沁教育的寻根之旅。他来到的这个地方名叫喀拉沁亲王府，喀拉沁旗近代文化教育的星星之火，就是在这座亲王府点燃的。亲王府始建于清朝年间，如今这里是内蒙古现存的建筑中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清朝蒙古王府官室建筑群。王府建成后，历代王爷在此习政，其中最后一任亲王贡桑诺尔布在这里创办了一座学堂，而这正是喀拉沁旗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端。时值清末，社会动荡，西方的教育和改革思想不断涌入中国。从小接受了亲王府良好文化教育的贡桑诺尔布决心兴办教育，启迪民智。1902年，一所学堂在喀拉沁的大地上诞生了，它就是崇政学堂。崇政学堂是我们喀拉沁地区的第一所学校，也是我们锦山蒙古族中学的前身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就是我们所有同学的母校。崇政学堂正式开学当天，贡桑诺尔布写下一副楹联，表达出自己的期盼：崇武尚文，无非赖耳多事；正风遗俗，是所望于群公。上下联的首字“崇”和“正”，即为崇政学堂的名字来源。崇政学堂兴盛时期，校园学习氛围活跃，课程设置丰富。学习内容包括蒙汉文、三字经、千字文等，还涉及各类自然科学科目。这是崇政学堂颁发的一张毕业证书。民国19年，公元1930年，一位名叫吴瑞林的学生在崇政学堂完成了小学教育，正式毕业。作为喀拉沁地区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，崇政学堂从建校到解放前后，先后培养了3000余名学生。这是喀拉沁旗在文化教育上取得的重要成绩。21世纪初，为了保护这座王府建筑，学校从亲王府中迁出，进而逐渐演化成今天的喀拉沁旗锦山蒙古族中学。
结束了一个下午的实地学习，于连伟和学生们回到了喀拉沁旗锦山蒙古族中学的课堂上。这座现代化的校园为崇政学堂注入了新的血液。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，每一句激情豪迈的话语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学生风采，也彰显着教育治学的深刻意义。相较于几十年前，如今的喀拉沁旗具备了更好的教育条件，不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，都更加充满艺术和现代气息。高高举起你手中的飞机，向下崇武尚文，正风遗俗，一句最真切的期待叩开了喀拉沁旗近代文化教育的大门。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，朗朗读书声冲破了烟云迷雾，直到如今依然在喀拉沁不断回荡。这里是喀拉沁旗锦山镇的一处乡下养鸡场。那个公鸡有多少了？现在2000多。在这里生长的蛋鸡是白国华制作喀拉沁熏鸡的食材来源。需要稍微大一点。喀拉沁白家熏鸡经烹煮和熏烤而成，色泽金黄，肉质鲜嫩。其制作技艺已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体重1000克，脂肪低，瘦肉多，是白国华挑选食材的重要标准。如今白国华也是白家熏鸡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。我太爷那辈儿，他们从清朝末年到的喀拉沁旗，因为生存，也到了之后也开始做扒鸡。咱们当这块的口味和那个山东口味它不一样，当然所以就把它转变成那个改变成那个熏鸡了。又喀拉沁熏鸡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喜爱，除了原料新鲜之外，还有赖于极为讲究的烹饪工艺。对于白国华来说，整形是制作熏鸡的前奏，也是考验厨师手法的重要一环。鸡腿交叉放入鸡腹，右翅插入嘴中，鸡脖弯曲贴靠鸡胸，形成盘卧状。这造型主要为了外形美观好看一点，第二呢就为那个往锅煮的时候呢体积减少，多煮一点。烹煮拨动了喀拉沁熏鸡风味流转的齿轮。这是白国华家用来煮鸡的老汤，始于1979年。老汤煮沸，放入生鸡。等老汤再次烧开后，香料也如期而至。白国华只用花椒、八角、鲜姜、紫皮蒜四种调料，再用食盐调和咸淡。我们家这个鸡就放四种原料，一个是大蒜、鲜姜，还有花椒大料，这也不能多放多了，味儿就不纯了就。为了保证鸡肉入味儿，还需要将鸡胸、鸡腿等肉质厚实部分扎出孔洞，这是白国华耗时1年研制出来的机器。相比以前手动为鸡扎孔，这种方式更为迅速。将鸡上下翻动，使每个部位都入味均匀。盖上锅盖，再焖1个半小时，
生鸡便煮好了。将熟鸡放在架子上冷却晾干后，便迎来成就熏鸡风味的最后一环——熏烤。将鸡放在锅内烤架上，烧火加温，鸡皮颜色逐渐变黄。此时，白国华的独门秘方百木和红糖就此登场。在百木香味的浸润下，鸡肉肉质开始升华。控制温度，翻转鸡身，然后撒入红糖，继续熏烤，为熏鸡添上最后一抹枣红色。在喀拉沁，判断熏鸡是否烹饪成功的要点有二：一是外观形象，整只熏鸡要做到鸡形不散，颜色枣红明亮；二是内肠滋味，肉质鲜嫩，香气四溢才算正宗。再悠和点，别靠锅边，从小黑子快点翻啊，直接翻就行，不用倒个，直接翻。制作熏鸡是白国华最熟悉的日常工作，他是家族熏鸡事业的第五代传人，如今这门手艺正在他的儿子手中得到传承。民以食为天，千百年来这句名言从不曾沦为虚话。鸡这种家常食材，在喀拉沁人的烹煮熏烤下修炼成一道道美食，不断诠释着风味人间的奥秘。大概还有一个小时，彭振龙手中的这支乐器就要做好了。这是一种民间吹管乐器，学名叫管子。管子主要由哨子和管身两部分构成。管身用长荆竹或红木制成，上开八孔或九孔，外表涂漆浸蜡，哨子一般用芦苇制成，一端抱扁，另外一端用细钢丝扎住，即为吹嘴。最难的就是打孔、钻孔，这些孔距离有尺寸，它那要不。你不钻不好，它就那个音质和那个就是开孔，它不一样就不行。彭振龙不仅精通管子的制作，还是一位管子的演奏行家，也是喀拉沁旗甘肃庙庙乐乐队的得力成员之一。为了即将到来的一次文化汇演，乐队早已开始了排练。走高音和走低往下分开，分开步，高音还是往上调的，低音压着点，高低配合。来，一二。侯玉成是甘肃庙庙乐乐队的队长。1992年，在克服了人员和曲目等困难后，甘肃庙庙乐乐队正式组建，一直演出至今。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是喜好文艺，吹拉弹唱，然后就想起甘肃庙的有个那个庙乐，以前古老的时候有庙乐，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搜集，还有我们的当时的第一代传承人80多岁啊，口传。我们就搜集一些曲子，我们就把这个庙乐给录下来了。
甘肃庙庙乐。据记载，甘肃庙音乐分为两种，一种是佛乐，可用于祭敖包、祭堂神等活动，另一种则为民乐。如今，甘肃庙庙乐依然在喀拉沁生生不息。甘肃庙庙乐用到的乐器主要有管子、笙、笛子以及锣鼓等。其中管子音色低沉浑厚，是甘肃庙庙乐的主奏乐器。熟悉曲谱的侯玉成也有着犯难的时候。为了打破庙乐曲目限制，侯玉成新收集到了一个曲谱本，但这里的曲谱超出了他和乐队的认知范围。宫扯谱是中国传统记谱法之一，一般用上、扯、宫、凡、六、五、乙等字样作为表示音高的基本符号。在多方打听下，侯玉成终于找到了识谱的老艺人。赵师傅您好。您好。老师傅好。您好。走，这是苏武牧羊。苏武牧羊，这不是什么？我给你们念一下子。六声车工六，六工车声。有人会唱工车谱，这让侯玉成感到十分兴奋。或许不久之后，这些古老的曲谱将在乐队的演奏中重获新生，而甘肃庙庙乐也将因此获得新的活力。慢点吧，慢点吧。文化汇演的日子到了，乐队成员也换上了统一的服装，即将登台演出。这是甘肃庙庙乐打破演出场合限制的生动展现，也是它从乡野艺术走向文化遗产的深刻转变。开阔天地间，飘渺的音乐再次奏响，他们就像看不见的舞者，在起落回旋间演绎着人生的浮沉。时间流逝，无论是甘肃庙村还是甘肃庙庙乐，他们都在书写着喀拉沁的深厚历史。那一段段真诚淳朴的民间旋律，也始终带着喀拉沁人的美好期许，不断地传唱下去。姐，赶紧稍稍深一点。哎，对，就这样，深度很好。上午，家住喀拉沁旗牛家营子镇的徐福东正在自家北沙深地里忙碌着。咱这个沙深呀，虽然说苗细点，但是粗度达到了，质量比较好。眼下正值喀拉沁北沙深的收获季节，采挖药材是他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。
沙参可分为南北两种，以根入药，有清肺养胃的功效。喀拉沁牛家营子出产的北沙参色泽纯正，有效成分含量高，商品性好，已获得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。徐福东所在的牛家营子镇土壤有机质含量丰富，水热光照条件同步，有利于药材植物的生长发育。如今喀拉沁旗有5000户左右北沙参种植户，每年北沙参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70%。这是徐福东发起成立的一家药材合作社，至今已有11年。北沙参根据长度和品相可分成不同的级别，为了检测药材质量，喀拉沁药商们还专门配备了专业的实验室和机器，以检测药材的药用成分含量和农药残留情况。如今喀拉沁出产的北沙参已经销往了全国各地，并成功走出国门，抵达日本、韩国等国家。与此同时，另一批特产也正在装箱。你这个柿子都让他好好挑了送来吧，价钱能给你高一点。这柿子没毛病，这柿子多好。这是喀拉沁旗出产的硬果番茄，正准备发往外地。因为你说你们这个喀拉沁的这个果吧，硬度好，量度好，存放时间长，所以说你看我每年都来，老百姓挑的也很好。硬果番茄与常见的西红柿有所不同，因其果肉更为厚实，质地更硬，因而称作硬果番茄。喀拉沁旗硬果番茄果形周正，红润透亮，果肉紧实细致，心事小，酸甜适中，更耐储存。喀拉沁旗硬果番茄产业起步于21世纪初，2006年，喀拉沁旗率先引进蔬菜集约化育苗技术，建设示范基地约3万多平方米，育苗10万株，于当年获得丰收。此后，喀拉沁旗硬果番茄产业以王爷府镇为核心，辐射带动全旗各个乡镇。陈瑞江是喀拉沁旗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他正在使用放风器给大棚通风，以达到降温排湿的效果，这也是喀拉沁人使用科技兴农的重要举措之一。湿度控制这个指的就是我们这边铺的地灌嘛，只能说照水控制，不水过水量不能过大，二一个就是再不就是个放风机，这放风机也能控制它，温度过高，它湿度就过大。把放风机开了之后，它那个湿度这潮气自然就排出去，病害就少，番茄量的话大还高。科技力量的加入，使得喀拉沁旗硬果番茄打破了时节的限制，产量得到迅速提升。为了进一步节约成本，一座现代化育苗基地落户喀拉沁，其科学规范的培育技术为喀拉沁硬果番茄产业注入了新的血液。目前喀拉沁旗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冷棚硬果番茄种植基地，年产硬果番茄60万吨。从2015年开始，一年一度的喀拉沁番茄节在王爷府镇不断上演。
来自全旗多个乡镇的硬果番茄搭建出了一条红色长廊，这是喀拉沁旗人为当地硬果番茄打造的新舞台。喀拉沁旗人也一次次在这里汇聚，共同品尝着丰收的滋味。这是喀拉沁美林村，人们在农闲后开始了另一项工作，除草。但与平常自家地里除草不同，现在他们是在为滑雪道除草。这里是喀拉沁的唯一一处滑雪场景区，人们需要在冬天来临之前做好迎接游客的准备。先给大家伙吧讲讲这造雪机的这个操作工程和那个咱们造雪的事项。咱们这个造雪是吧，先加热，然后再打矿压机，再打风扇。然后与这些除草工人不同，今年58岁的王瑞有着另一种身份，造雪工。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，如今也是一名造雪培训师。所以大家伙听明白了吧？这是滑雪场所使用的造雪机，由于普通降雪不能满足滑雪场条件，因此人工造雪是滑雪场的普遍选择。造雪这个讲究啊，一个湿度，一个温度，还得风向，这个湿度啊要在15-20%左右这个程度，温度要在零下就是3-4度，风呢一定要说是一般情况下最好是没风，就是有风情况下也是说是指着2级至1级这样风。王瑞的家就在滑雪场所在的美林村。美林村位于喀拉沁西南部山区，这里环境偏僻，一直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十分困难。每到冬季来临，农民收入就此中断。21世纪初，为了改变这种生活状态，喀拉沁旗开始寻找打破困局的方法。2006年，这里终于吸引了投资商，并与喀拉沁旗政府一致决定在这里发展旅游产业。考察之后，又与这个业内专业部门共同对本地的山形地貌又进行了深入的踏查，最后决定建立一所滑雪场。在美林村腹地建设滑雪场，就这样被提上了日程。历经3年的筹备建设，2009年，滑雪场终于对外开放。对生活在美林村的人来说，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许多农民开始成为滑雪场的工作人员，在冬季农闲时光获得收入。截至目前，景区为当地人提供了众多的工作岗位，这成为推动当地农民脱贫的重要渠道。经历10几年的发展，如今这里也搭建起更加广阔的舞台，喀拉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冬季运动会相关赛事的举办地之一。为了迎接这一场冰雪盛会，喀拉沁加紧建设基础设施。2019年，在相关部门的紧密配合下，一条直通滑雪场的旅游公路在1年时间内建设完成。这条风景优美的旅游公路不仅方便游客进出，如今也成为当地农民输送农产品的重要通道。森林是喀拉沁人走向幸福的依托，更是喀拉沁人尽心守护的家园。
这里是喀拉沁旗马鞍山林场。柴树岭是这里的副厂长，也是一名护林员。吃过早饭，他就进入林场中，开始了今天的护林工作。喀拉沁有着成片的落叶松和油松，在秋冬季节极易发生火灾。从农民变身为护林员，是喀拉沁人守护家园的重要方式。第一方面就是遥控火源，然后遥控一切也有火；第二方面就是那个厂家看有没有偷树的，第三方面有没有那个猎杀野生动物的。为了保护生态，1962年马鞍山林场正式成立。如今森林面积已达10万亩，林场的防护工作覆盖多个乡镇，农林用地全部为森林草原禁火区，因此许多农民自觉转变身份，加入了护林防火队伍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从造雪工到护林员，从创造财富到守护家园，喀拉沁人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告别贫困的过去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时光如水，匆匆而逝，但喀拉沁旗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。王府院内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巩固了治学根本，舞台之上绵延不绝的古老乐音演奏出非遗新生，村落四野年复一年的丰饶物产展现着自然馈赠，山乡之间宽阔无垠的发展路途连接起幸福生活。喀拉沁人始终深爱着这方水土，他们带着对过往的敬重和对未来的期盼，书写着新的家园故事。